香港在今日就是自开埠以来会接受英国在位君王第一次的访问。英女王今日即刻就抵港，现时的座驾机呢已经是降落启德机场跑道，完全驶向迎接她的地方，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英女王及爱丁堡公爵是在前往日本作官式访问的时候顺道访港的，这次呢就是他们两位自1952年以来第44次的国外访问。本港将会给予多姿多彩的欢迎，而在隆重的仪式里面仍然将会依照传统的。香港国人正是等待着英女王落机。各位观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亲王爱丁堡公爵刚刚是离开飞机落机抵达香港了。我们在电视机见到的就是英女王是穿着一件绿白花格的裙，大家也是绿白色的帽，接受港督麦理浩爵士的欢迎，随后就是菲利亲王爱丁堡公爵，亦或是港督夫人。跟住港督麦理浩爵士会为女王及爱丁堡公爵介绍其他的政要。首先就是英军司令彭英武中将和英军司令夫人，政案察司贝礼士、布政司罗伯士、简月强爵士、简月强夫人、钟士元博士、钟士元夫人。个人进揭女王之后，由港督陪同呢是将会驱车，经过的路线就是离开机场，一路沿亚加路街前往公主道，再取道七咸道去九龙公众码头，然之后乘坐港督的游艇慕连夫人号渡海前往大会堂。咁现时我哋所见到嘅就係女王嘅车刚刚呢係离开机场嘅时候，沿途好多市民呢係都希望能够一睹女王嘅真面孔，好似有好多朋友亦都係随住车队呢一路行一路走嘅，由此可见女王受到欢迎嘅程度係几咁热烈。各位观众，现时我哋见到呢就係九龙尖沙咀七咸道，先头部队咧已经系进入七咸道噶啦，咁啊女王座驾车咧亦都系随后而至。一系列嘅车队咧系沿住七咸道南行，系正系向九龙公众码头进发。首先系由电单车护送。据闻咧，第一架现时我见到第一架咧就并唔系女王嘅座驾车，相信啊，遥望落去咧应该系第三或者第四架咧就会系。咁现时我哋镜头慢慢就会见到，而喺咸道两旁嘅好多市民啊，亦都系好渴望能够见到女王经过七咸道，一沾女王嘅风采，一睹女王嘅庐山真面目。现时车队咧源源经过七咸道，呢架咧就系、是、相信就系女王嘅座驾车，冇错。英女王同埋菲利亲王爱丁堡公爵就喺呢个接受市民嘅欢迎。好啦，现时咧我要请喺大会堂嘅刘家杰先生咧，系继续向各位报道女王渡海去皇后码头各种嘅情形。
位观众，都系留意留翻住，继续为各位报到第二部分节目。回头一讲，我哋讲下英女王，即系各位见到嘅咧，就系佢个风采，的确咧就系名不虚传嘅。平时我哋见到英女王咧，多数喺荧光幕上啊，或者喺电影嘅银幕上边，但系而家能够亲眼见到英女王御驾嚟到香港咧，我哋觉得咧真真正正佢原本真正嘅年龄49岁咧，系一啲都唔迟嘅。佢现年有49岁，佢职位咧亦都有23年噶啦。呢几日报章啊同埋杂志咧，不嬲都有报道，盛赞英女王驻颜有术，话佢身段咧仍然非常之好。呢啲驻颜有术同埋身段好咧，唔系话先天嘅，唔系话皇室嘅人咧就容颜特别好，或者身段应该系特别佳，而系佢平时嘅生活非常之检点。至于爱丁堡公爵嘅菲立亲王咧，俾人嘅印象咧就系风度翩翩嘅，非常之潇洒。有冇人知道啊？英女王究竟系姓乜嘢嘅咧？系叫温莎，但系如果系严格讲起上嚟咧，温莎都唔系个原有嘅名嚟嘅，佢个名咧应该系一个德国嘅姓，系 Saxe-Coburg-Gotha， 因为女王嘅高祖母啊，维多利亚女王咧系嫁咗俾呢个家族嘅德国王子阿尔拔，但系到咗第一次世界大战啦，英国咧就向德国宣战啦，咁为咗号召国民起见啊，英皇当时嘅英皇咧就将皇室嘅名咧就个姓咧就改做温莎，因此咧而家有人问你英女王系姓乜嘢噶，你应该咧就应该话温莎啦。咁我哋见到荧光幕上咧英女王邝丽已经系去到九龙公众码头，准备落港督嘅游艇无连夫人号。讲开无连夫人号咧，呢只船已经系老当益壮噶啦。歷史上嚟講應該有成30年，不過咧，我相信英女王咧就係無連夫人號有史以來嘅最有身份一個嘉賓。由九龍到香港啊，渡海呢段時間咧，大約係6-7分鐘到，因為無連夫人號採集航程咧唔係直線嘅，而係兜個灣仔咁樣去到天馬南嗰邊，可能咧就係去到天馬南嗰度咧，就係受21磅禮炮。好啦，呢头讲完咧，天马栏嗰度咧已经系21磅啦，啱啱第二响。Lady Mori， 就呢个时间咧，我想讲讲件趣事俾各位听啊。英女王以佢嘅身份嚟讲咧，去到啲大场合咧，必定所有在场嘅嘉宾咧都要同佢握手嘅，亦都要同佢握手为荣。礼拜二，英女王去到海运大厦嗰度有个招待会，有成2000个嘉宾，英女王到时咧会一同2000个人咧握手嘅。你试想下嗰种情形，如果个个人力握佢嘅肉手嘅话咧，佢必定会感觉某一种重挫嘅。佢握手嘅時候咧，只不過係伸出手指出嚟，輕輕同你一握。事先咧，佢嗰啲侍從、嗰啲官員咧，就對現場嘅嘉賓話：你一間同女王握手咧，就千祈唔好光用力咁握啊！你揸住個玉手咧，玉指係輕輕咁握握就算數啦。女王本身咧，亦都有一種技巧嘅。佢伸出玉手出嚟同人握嘅時候咧，佢會將佢嘅力度咧輕輕帶去左方，咁樣不其然嗰個嘉賓咧能夠力佢嘅，佢伸咧於是側去右方少少，咁就變咗條力咧係射一射嘅。咁所以如果就算同幾千人握手咧，都減輕咗佢個身體的负担。无连夫人号前面有两只护航的舰艇，这个位置应该是转右的，前面就是天马栏，正话是放礼炮的地方。英女王就经过这里转弯，就向天马栏的官兵致敬，然后就转过来这边皇后码头这个方向。上皇后码头上岸的梯口那里呢，有两个居客兵在这里是玩紧封顶。而家无连夫人号咧越嚟越接近码头，我哋四周围有不少学童喺度咧掀起一阵热情嘅骚动啊，手上咧系揸住呢啲欢迎嘅旗帜喺度飘扬紧嘅。英女王
毫無疑問咧，就係一派好高貴嘅風采，高貴得嚟咧就好和善啊！即係立親王咧，真真正正風度翩翩，尤其是喺佢船上邊咧，令人想起佢平時嗰啲日常啊揚帆出海嗰種活動。站立喺廣場上面負起呢個儀仗任務嘅咧，就係伊麗莎白女王直屬第六居客羅福槍隊組成嘅儀仗隊，旁邊嘅樂隊咧亦都係居客兵團。因为王站咗上检阅台之后咧，在场嘅乐队奏起英国国歌，女王嘅旗帜咧亦都开展。陪伴女王在检阅台上面的咧，就是呢个侍从武官嚟噶。下一步活动咧，就是敦请女王行落检阅台，检阅在场的仪仗队。而家指挥官向女王报告话，准备御驾检阅在场嘅仪仗队。上於上個禮拜我們彩排的時候呢，天氣比今天是陰涼許多，但是當時這班儀仗隊裡面已經有一個年青力壯的士兵是經不起體力的壓迫，結果是暈倒下來的。當時有一張報章就說是奉命暈倒，我相信這句說話是未必有些哪個，因為我當時見到個暈倒的情形一點都沒有虛假的。後來由執自車送了去陸軍醫院。檢疫完之後呢，女王又是再走埋王夫、港督同埋港督夫人嗰度咧，一齊係步向大會堂嘅進口嘅。但呢陣時候咧，就係個個都喺度揮舞旗幟。喺大會堂音樂廳咧，係會有一個歡迎嘅儀式。好啦，而家我哋咧镜头一转，就系大会堂音乐厅里边嘅情形。婚礼嘅嘉宾咧已经系在座噶啦，而家女王同埋王夫啊、港督啊、港督夫人啊、简月强爵士啊、简月强夫人啊，同埋有关人员咧，就系由中间嘅走廊咧直向舞台嗰度行去。喺音乐厅负责演奏音乐嘅咧，就系皇家警察乐队。而家灯光比较好啲咧，因为咧已经系上到台啦。英女王抗礼咧就系首先上到台。台上的次序一間分別向各位介紹下，台上的人呢是1、2、3、4、5、6、7、8、9、10，有10位。英女王呢就坐在中間，她左邊的呢就是王夫菲立親王，她右邊呢就是港督麥理浩爵士。菲立親王左邊就是麥理浩夫人。
但你个夫人隔篱咧就系简洁强爵士，女王右边咧就系港督，港督右边咧就系简洁强夫人，而后排嘅咧分别都坐一个侍从官、一个侍从女官、女王嘅私人秘书同埋港督嘅副官。而家咧就系在场嘅皇家警察乐队高奏英国国歌。奏完英国国歌之后咧，就系分别致辞。讲词有三篇，第一篇咧就由港督马里奥爵士自己亲自讲嘅，内容咧就唔需要我翻译啦，因为咧一阵间有人咧就系将港督嘅讲词翻译成中文。W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proud and encouraged that Your Majesty should be paying us this visit now. It is a moment of re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predominant emotion at this moment is a fervent wish that Your Majesty and Your Royal Highness will enjoy your short stay amongst us.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way we live, and also some of the ways we enjoy ourselves, and above all, the sort of people we are and the sort of community we are. We dare to hope that having seen a little of this, you will like it. To supplement what can be seen in such a short time, we have prepared an exhibition. We hope this will also.Be of interest to a very wide public. For the visit of Your Majesty and Your Royal Highness is a good time to remove misconceptions and to remind ourselves and others what Hong Kong has done, what it now is, and what it could be. Your Majesty, Your Royal Highness,On behalf of Hong Kong, I extend to you a very sincere and very loyal welcome. 现在由本人恭译笃献演词，女王陛下。亲王殿下、三军司令无下、各位嘉宾，陛下已在位女王之尊，今日莅临香港，实为本港开埠以来未有之盛事。在此深具历史意义之时刻，全港市民得沾风采之余，含感鼓舞，深以为荣。香港市民。今日恭逢盛会，仅以兴奋的心情敬祝陛下及殿下在访港期间舒泰康祥，欢享良辰美景，更藉此一睹吾人之起居方式、生活情趣，尤其是本地之风土人情，即使一轮半爪，量亦为陛下及殿下所乐见。陛下访港时间短暂，难免有走马看花之感。吾人特举办一介绍性之展览会，务使陛下对香港一般情形能睹全豹，并藉此良机一身视听，促使本港市民以及全球人士回顾香港之成就，检讨目前之情况。期待未来之发展。最后，本人仅代表全港市民对陛下及殿下敬致万二分之热烈欢迎。After which, a translation of Her Majesty's speech will be read in Chinese. Your Excellency.Siet Kun Khan. Prince Philip and I thank you for your welcome.
He has visited Hong Kong before, as have other members of my family, and I have heard much about it from them. I also keep in touch with your affairs through state papers. So although this may be my first visit, I do not feel a stranger. But seeing is believing, and I am delighted with what I have seen and look forward very much to the next 3 days. I am particularly glad of this initial moment of ceremony because it gives me an opportunity to greet you all,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produced modern Hong Kong are unique, and there cannot be any other community quite like it. Your reputation stands high in the world. Few other communities have had greater problems to deal with, or have confronted them with greater vigor, or have survived and improved the life of their members against greater odds. Hong Kong is famous for this, as it is for the vivid color and movement of its densely packed life and for the beauty of its scenery. I can assure you that it is a real pleasure and an excitement for Prince Philip and me to be here.在五月五号上午10:45左右，他是一路由市政局主席沙利士先生的陪同之下呢，是訪問九龍摩士公園游泳池的。跟住再在港督麥理浩爵士的陪同之下，女王去到九龍筆架山的山屋，是穩達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一覽九龍的全景。跟住喺上昼11:25，女王
I recognize that the rate of your advance. 在会上女王是支持。她说话的内容大致上就说，她说香港的地域有限，人口众多，又缺乏天然的资源，因此困难就很多了。然而在对付这些困难的时候，香港是具有很多优点，而香港人坚忍不拔，有想象力，有艰苦工作的无限能力。香港人和中国人民政府和谐相处，而在东西两大文化主流的汇合点中获益。这个社会的结构因为家庭的联系得到增强，比起世界上大多数其他的地区，这里的家庭的联系仍然是坚强很多，持久很多。中国的传统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联合起来，产生了一种令人感到温暖的实际而与人为善的成就。香港有完全的自由的新闻事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香港已经发展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而具有中英双方的传统，并且有伟大的工商业和财政金融的专长。The fabric of your community is strengthened by family ties, which are still stronger here and more durable than now exist in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Chinese tradition and British liberalism have combined to produce a heartwarming range of practical charitable achievements. You have a totally free press and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You have evolved a cosmopolitan community which owes much to both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itions. You command great industrial,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expertise. With such resources, this community can face the many challenges that confront it with well-founded confidence. I believe its future to be bright. I now ask you all to rise and drink with me a toast to Hong Kong. 女王在预祝香港的前途一片光明之后，是为香港举杯而庆祝。跟住午宴完毕之后，女王及爱丁堡公爵继续在下载的活动，就去到红磡新火车站主持一个揭幕的仪式，其后就参观一个表扬香港之进展的盛大香港产品的展览会，由简月强爵士陪同之下，对于优良的本港产品的展览呢，是非常之留心观察。在晚黑大约下午七点零钟左右，女王邝丽就在港督陪同之下，是前往添马南海军基地，由英国的驻港海军司令伊云士准将迎接，并且在舰上共进晚餐，而且是欣赏在香港自1967年以来就禁止的燃放烟花的精彩表演。在5月6号的上午10点钟，爱丁堡公爵是自己访问香港中文大学，由李卓敏校长的陪同之下，亲自与中文大学的学生交谈。而在同时间，大约是当日的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女王是在荃湾主持点睛的仪式，跟着在港督麦理浩爵士的陪同之下，参观娱乐的表演节目。
喺上昼十一点，女王邝丽就喺葵涌嘅货柜码头会合。喺当度系参观咗工程已经有三分之二完成嘅亚洲最大规模及最现代化嘅货柜码头。在上午11点40分左右，女王邝丽是抵达爱运大厦参加接近2000人的招待会。这2000人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在下午2点45分左右，女王邝丽是访问香港大学，王丽松校长亲自在门外接见，并且女王邝丽将会在陆幼堂参观若干的展览会。而在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而女王邝丽就在香港仔欣赏水上画舫巡游，亦都参观渔民在呢个港湾所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包括有龙舟竞渡在内。今晚咧，女王系同平时嘅时间唔同啊，戴上咧皇冠同埋咧上咧晚装。咁啊，介绍咧就系呢一次嘅委员会副主席廖烈武先生，廖夫人。同埋咧，系市政局议员黄泽森先生、湛少林先生、陈汉忠先生、江永安先生、黎时焕先生。進入呢個大禮台的地方啦，可以講話係一個主席台咁嘅位置噶啦。咁啊，相信啦，匯景大巡遊咧，由於女王邝丽嘅駕臨咧，隨即就會開始。咁分別啊，我哋見到喺大禮台上邊咧，係由港督同埋港督夫人以及廖烈武先生、沙利士先生等等陪同。而家我哋可以非常清楚咧，見到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即係話何英介紹啊，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今晚訪問香港咧，係有專人負責佢嘅服裝嘅穿著方面嘅。啱係奏緊英國國歌，奏完英國國歌之後咧，我相信在座嘉賓咧就可以就座噶啦。正話講開服裝方面啊，就係、是、以尋日嚟講啊，女王係有好頻密嘅籌作，有好多活動啊。你換衫咧，根據報道咧係換咗三次咁多，朝早一套，晏晝一套，夜晚咧又一套。但係要我哋民眾見到面嘅咧，就似乎今晚咧最盛裝噶啦，頭上戴嘅咧。亦都嘅飾物咧，亦都比平時見嘅咧就係貴重好多好多。平時我哋見嘅咧就係普通常服嘅一頂帽，但係今晚咧直情由皇冠嗰啲鑽石咧係閃閃生輝嘅，價值咧係連城。咁有好多人講到呢一方面咧，就話英女王咧不只係全世界最富有嘅女性咁講。但是他有很多財富呢都是一個港字的，好像他頭上那些頭飾那樣，價值連城，但是呢根本上是
接头接尾的不共产。好啦，而家巡行呢就正式开始啦。在场的军乐队呢亦都跟住向看台嗰方面一路操进。而家我哋不但只可以喺荧光幕睇到咧，就系呢次莲花仙子所充分表现出中国传统嘅特色，因为咧莲花仙子呢啲咁嘅无论服饰或者系音乐以及佢哋嘅舞姿咧，完全都系围绕住中国传统嘅一切嘅，同埋都可以睇到啊，英女王咧系对每一个汇景巡游队伍咧，佢嘅反应系点样？咁呢条龙啊，成为呢次汇景大巡行嘅压轴戏咧，系有佢意思。咁啊，起码咧都系欢迎啊，英女王抗例访港嘅秩序之一啦。所以咧，一定啊系揾一样嘅特征系成为啊帝王嘅象征先得嘅。所以讲话现时啊呢条龙咧，哇舞起嚟咧，直情啊有佢嘅气势。咁相信咧，女王抗例咧见到呢条咁嘅龙咁生猛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咁我唔敢話咧，佢以前未睇過武龍，咁相信好可能咧，睇過。但係現時親臨香港呢個地方，咁而喺由市民組織起嘅一條龍，咁樣喺佢面前舞動咧，佢一定非常開心。冇錯啦，話好未完咧，佢已經係非常非常開心噶啦。咁啊喺圍觀嘅市民嘅一片掌聲之下，呢條龍咧就再喺大禮堂前面咧一路。卷动，咁我望落去弥敦道咧，就呢个成为压轴嘅一个单位噶啦。就金龙过咗之后咧，汇景大巡游嘅节目已经系完晒噶啦，但系仍然企晒喺度咧，好似依依不舍咁样睇住英女王抗例嘅风采。英女王抗例咧，亦都系挥手致意。咁啊，围观嘅市民咧，系有好多系情不自禁咁样嘅，系。歡呼翻轉頭，對於我哋市民嚟講咧，呢陣咧就可以話得係臨別依依嘅，因為咧聽日一早啊九點鐘咧，英女王抗例就會離開廣都府咧，就去啟德機場坐飛機咧係離開香港噶啦。咁幾時會再嚟過咧？呢點咧大家都冇人知道，相信機會咧會好大。現時女王咧係由市政局主席沙利士先生陪同之下咧，係離開大禮台。咁呢次咧，佢就同嚟嘅時候嘅路線咧有少少嘅分別啊嘛。嚟咧就駛入呢個威菲路兵房咧，就喺禮台嘅後面咧，同呢個委員握手之後進入大禮台嘅。咁而呢次離開咧，就喺大禮台前面左邊咁嘅梯級咧，就行落去彌敦道嘅旁邊。嗱，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彌敦道嘅旁邊嘅地方。咁喺嗰度咧，然之後乘搭佢嘅座駕車咧，係翻抵廣督府嘅。咁啊，現時咧見到車隊咧，已經係沿住彌敦道喺柯斯汀道嗰邊駛過嚟。咁就當然啦，前面有電單車隊。咁啊，喺呢個時候咧，係匯景巡遊啊。完咗，女王咧就嚟咧系要上座驾车啦，跟住就同沙利士先生咧系握别。当然啦，王夫菲立亲王，我哋冇工作咧，亦都随后咧登上座驾车噶啦。咁呢一程之后咧，就个秩序就系翻回广东府，咁亦都可以讲话咧系完成咗呢一次喺香港开埠以嚟啊。英國在位君王第一次訪問香港的程序，今晚已經是第三日的晚上了。明天在九點鐘他會離開廣東府，而乘車去啟德機場，在九點三十分就會乘飛機去日本作官式訪問。現時我們看到女王的座駕車
在这个先头的电单车队和一架前面的大型车队引导之下，是随随用时速是大约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是沿住刚才汇景大巡游的弥敦道，不过呢方向是调转，是由北向南驶的，咁啊离开呢个弥敦道的地方。咁在旁边的市民呢，好多啊，90%+以上都是挥手，希望同女王咧系点点头都好，或者咧同佢啱啱时间咧系接得一个挥挥手的时间咧都是好的。